古巴一和修理阳在这一部就是从革命友谊升华了一点点。反正心里没成功。对，是不是你太？其实有，我想大手揣到你兜里。没有，鬼吹灯之昆仑神功。腾讯视频就有多少？全新多金铁三角，等你来看。Hello， 腾讯电影 Oscar 的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最强片团。摸金三十组，我回到北京和胖子在潘家园摆摊的时候认识了大金牙。通过大金牙的介绍，我们认识了施利牙。就这样，我们的摸金小队正式成立。在剧中饰演王胖子王凯旋，我饰演三十九岁的胡八一，我饰演的是胡八一的爱人。很多版的摸金三人组的，尤其你是就是应该像是史上最重量级的王胖子的。我就挺好的，因为有好多原著粉啊，在网上发的那个他们心目中印象的王胖子的画像，我一看那吨位应该是差不了太多跟我，我可能还能比他瘦一点呢，我也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我是其实会有一些压力，但是我又觉着各有千秋，可能每个人塑造这个角色表现出来的这种人物的这种质感、这种气质，可能都不太一样。它像个球体一样，你没有办法做到就是每个人所想象到的任何一面的。但是啊，当我在第一次看到这两位的时候，哎，我就觉得特别有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三个人，其实他们俩很早就认识，但我跟他们是不认识。但几乎就第一天，我感觉好像咱们三个感觉就挺好的。对，是。有没有给自己的这个角色加一些细节，然后能够凸显出这样的特色？因为他又出生在福建，然后又在北京生活，然后又去东北那个做了几年知青，就是在这个角色设计上的时候，就是可能多数以去你大爷你丫的这种以北京这种多添一点这种东西为主，但是这里面如果多点东北味儿也不会怪。我是那种喜欢现挂的演员，可能我不太会说些什么，因为很有趣的这种就完全是现场这种技巧的这种碰撞。而且蹦出来那种就演员自身会特别特别兴奋，碰到就这种合适的在点的，就第一次的那种。对，这个因为这种是不可复制的。对，因为他盗墓这个题材电影太难了，因为肯定会有很多的动作戏。有，我每天都有。对，二位都受伤了，其实最大的挑战也是这恶劣的这种气候。大家小心啊！这个也很考验。这女孩有被吓哭，对吧？哦，天哪！我本人恐高，我第一次我记得他们拿那个吊车把我吊上去的时候，我一下子我就整个人都崩溃了，我就是因为太高了，然后我的安全感就我的心理防线已经崩掉了，当时就直接就哭了。但后来第二次我肯定得上去嘛，我就硬挺着上去，包括我们有很多就是一些绳索、威亚这些，真的好高。或者说被吊在上面，我真的不骗你，我就觉得我要吐了。有没有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或者觉得很新奇的一些盗墓的绝技，或者是小道具？我那伞吧，我觉得就是很吸睛，我背的是一把伞，我耍的时候是一把伞，我亮相的时候又是另一把伞，所以其实在我手上，你站我前面打我脸的那个也是一把伞，就是你知道吗？后来故意的差点没插我嘴里，就没事。有意思，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身后，包括郑哥是一个爪嘛，他是背在就是腰侧，那我是像插在后面的一把金刚伞，他是背了一把枪，经常一准是啪，别人啊后面就在喊，然后他也是没事都要跑过来，那把枪是这样竖着的吧，然后现场因为这种事儿，其实还闹过挺多蛮有意思的。一个动作来反应来表现这个角色。你没准备要撞我？滚！跑！向后跑！
哎，你们怎么去看待你们之间的感情？真的就是互相欣赏，咱们事物一对就懂，就是对了，这是感情的我觉得最高境界了。反正心里没成功，对，是不是你太嫉妒了？弱智儿童一样，每天在现场嘻嘻哈哈，四处乱飞。结果呢？结果呢？郑哥来了，他以后他突然间从大概从我这哒掉了一个好长的调度，跑到郑哥的边上，然后就这样看。我可没这么弱智啊！这也太弱智了。就这样看着呢，然后我就在边上，哎，我说你怎么突然间变萌了呢？因为手冷了。我说你在跟郑哥撒娇吗？我说你这是在？没有，有吗？其实有，他想大手揣到你兜里。没有，我问的是我这儿，他问我怎么样？他想找你来取暖。可是也互相夸两句，正好也行。那每一个人送其他两个人几个关键词吧，从自己开始。坏。气氛担当，你们现场也是那种很能搞气氛啊，很有趣的一个人。像我相对来说就比较闷。郑哥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比如说我跟大壮两个人在那嘻嘻哈哈，然后乐到这么喝，然后这个就看到这个一个人就侧脸在那，也不参与我们，但他就露着牙，你就看他露着牙在笑。清风徐来，乐于助人，美丽大方，贤良淑德。明星就是假的。可以分享一遍，就最欢乐的一件事。我有一个，那个时候呢，我们不是前期都会进行训练嘛，然后每天训练的时候大家都很累，然后有一天呢，突然就有人跟我们讲了一个笑话，说：“我问你，有没有人跟你说过，别走好，好吗？别走好吗？没有人跟你说过是不是？有人呢？我们曾经有个什么体育老师跟你说的，别走好吗？”好起来，然后呢，再走吧。我就跟大壮，一定要深情的看着，别走好吗？好起来，鬼吹灯。腾讯视频热播中，全新多金铁三角，等你来看。